为什么每次发生事情最后在我身边的永远是你？没事了，海棠，海棠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拥抱的瑞塔，跟我一起。发生什么事啊？为什么要回转？哎，要带我去哪？喂，我们不用上学啊。阿哲，不好了，瑞塔被蚊子带走了。带走？带去哪？不知道哎，可是好像是往河堤那个方向。蚊子，帮我请假。好。阿哲，阿哲他去救瑞塔了。他对瑞塔还是有情有义的，说不定经过这一次之后，他们俩就会复合了。别下车，在车上等我，我马上回来。啊！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问半天都不讲。好啦，我现在人也在这了，你要怎么解决你说吧。我不会真的对付女生的，何瑞哲一定会来，他是顶峰的少爷，只要是顶峰的人他都要管，更何况你是他女朋友，他更加会来，所以这笔账我是等他来再跟你算。我说过了，我不打女孩子，你竟然敢阴我啊你！为什么不躲？为什么不还手？如果你是因为昨天的账要找瑞塔算，那这笔账算我的，我还给你。好，这笔账我就算你还给我了。
拍到什么？我掌握了追剧有深度的真相，最有震撼力的画面。相信那位超级经纪人 Benson 看到，也只能无言以对。